嗨，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22盒史莱姆的大改造，还有软软的改造这样子，所以会有很多乐趣的，继续看下去吧。现在呢，我就在铺着我的史莱姆。虽然我的标题已经说了，可是你还是可以配合一下我数一下的。要不要跟他说其实全部人都知道了呢？要把这样多史莱姆放在一个盆里面，就是这样子的盆。希望装得完。欢迎来到史莱姆大改造。首先拿出一个容器，愚蠢的我打算把史莱姆倒在容器中，可是容器还没有开盖，真聪明。我终于发现到了，所以我就去开盖了。现在你就看我花200年来开一个盖吧。然后我就打开了，终于。Okay, 首先我要装的是这个，这个呢 ？Oh my god！ Ew！ 它是 ！Ew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黏着我手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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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对不起大家。之后呢，我就用汤匙把超恶心的 chocolate slime 全部倒进容器中，非常恶心。然后我差不多花了5分钟吧，把里面剩余的全部倒出来。我手上写的是什么啊？随便，随便，这个是什么？之后呢，我就一边弄，然后一边讲废话，这种日子真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摇它。之后就倒进去吧。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。等会我不知道洗容器洗到啥掉？对，没有错，干掉了。OK， 这个很像没有这样干，这个很像没有这样干。所以它到底是干了还是没有干呢？之后就倒入这个蓝色的史莱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过那么蓝的史莱姆。就很像把整瓶颜料倒下去的那种。之后就是这个 jelly 史莱姆哦，它终于逃脱出来了。之后就有这个白色的史莱姆，还有这个别人呕出来的史莱姆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它下面有一层油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出来的。之后我要把上面的粒粒全部拿走，然后拿走后我发现我差不多把一半的史莱姆都拿走了，好棒哦。如果没有把上面那一层东西拿走，会很恶心哦，吓死我，很恶心。你们就原谅我吧。Oh my god， 还有一层油，你肚子也有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一层油？之后我就在纠结人生的情况下把它倒出来了，之后就倒出紫色的史莱姆。我知道它很丑，可是请欣赏。这个已经融完了。我刚刚叫声有吓到你吗？我在乎吗？融到我的手了。其实没有人在乎。如你所看，我非常卖力的把全部史莱姆倒出来，之后就倒这盒融的差不多的史莱姆。Oh my god， 它已经融到不行了。然后我就把所有的粒粒尽力的铲除。全部铲除，现在就来欣赏我又黑又肥的手吧。然后这个那么大罐的史莱姆，我用了差不多200年把所有的史莱姆倒出来。2 hours later， 浪费2个小时来倒史莱姆，真爽，我最喜欢了。还有这么多史莱姆都还没有放进去，可是还到顶啊，我看到吗？如果你们有眼睛的话，你们就会看到咯。它已经到顶啊。前几天做那个假水，记得按右上角去看哦。这个假水已经完全变水了，所以它不是假的了，它是真水。它跟水一样啊，现在我都不懂我要讲什么。我觉得我要停了，你真的放不完了，因为它的水太多了，懂耶，这盒整量不够大耶。对啊，我一个人也会自言自语，不知道你们也会不会呢？搅着搅着，我就发现这个是我看过最丑的东西。
之后到了这个唯一没有融化的史莱姆，它是一个粘土史莱姆哟。之后就在史莱姆的大海中搅拌吧。这个是我处理所有的杂物后得出来的结果。2000 years later。之后我就一直放着，没有管这个史莱姆了。史莱姆吃头发。之后用这个蓝色的色素。欢迎来到不专业网美教室，学会了吗？之后我非常开心的想要滴下去，发现自己没有剪开盖子，耶！我还是没有发现，然后打算滴下去。那么有创意的我打算画了一个笑脸。之后你猜猜发生了什么？对，没有错，半罐都被我倒下去了，真爽。这个是我看过最可爱的笑容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对不起，你那么可爱，我也不是特地要把你摧毁的。之后我就用手抓，把所有的色素全部混在一起。这个是色素前和色素后的分别。这个就是我用一个小时后得到的成果，你们看到差别吗？之后我加入更多的色素，之后我就继续搅了两个小时。这个是我加了第二次色素得到的结果。不死心的我加入了第三次的色素，然后搅拌搅拌搅拌。这个大变色的东西真的是我的史莱姆吗？然后我的 T 恤泡依旧非常的不配合，终于出来了。加入 T 恤泡后，我就非常非常大力的搅拌，因为我非常的不耐烦。我差不多把整罐 T 恤泡都用完了。好了，最后了，我真的没有 T 恤泡了，最后一次了哟。这个就是最后的成果，还是超丑的大变色。这个是之前，这个是之后，这个是我花了两天时间做出来的东西。对我而言，它就是一坨大便无物。终极大鸭。由于这个是我做过最失败的史莱姆大改造，所以我决定做一个软软大改造来补偿。这个是我看过最奇怪的软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过黄色的草莓。由于它非常的奇怪，所以我们要为它上色咯。你可以滚一边吗？然后就花两个小时把它的表面全部涂上白色吧。涂着涂着，我就发现他成功躲过了镜头。我好害羞。里面有整，马上去熬过参汤。之后我就一边看着《延禧攻略》，一边去涂软软，真享受。我一边涂软软，一边听着这个美妙的歌声，真好听。然后呢，我就为软软涂上上面那一层青色的东西，然后我涂上了一滴红色。不知道你觉得它像不像麦当王叔叔呢？我觉得很像哦。之后呢，就出现了。然后呢，我在丑的路上越走越远，也开心。之后呢，我就继续涂上所有的颜色。这个草莓应该很饿吧，连自己的叶子都吃了哟。 2000 years later。 我终于涂完了，之后要为它画上表情。人家只是眼睛长得有点小。这个就是最后出来的结果了，可爱吧。
现在就欣赏他扭曲的表情吧。这个软软好可爱哦。我就是懒惰，怎么样？记得订阅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， 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莱姆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